带长者出游注意事项有几多？消费者委员会今年三月报告显示，全港13间保险公司的旅游保险计划有70%列明75岁或者以上人士不受保。想为长者选择全面的旅游保险，可以点拣？即使有些旅游保险不设年龄上限，但是某个岁数以上的受保人保额就会较低，赔偿金额可能差天共地。长者对医疗费用保障需求较大，选择旅游保险的时候应该留意紧急医疗运送、住院按金等等最高赔偿额。旅游保险只是保障旅程期间受伤或者患上疾病所引致的医疗费用，如果长者本身患有疾病在旅程期间复发，就可能不受保障的了。不少计划都列明某些岁数以上的人士，如果参与滑雪、水上电单车、快艇、骑马和马拉松等等的危险活动，将不获保障。买保险的时候就要额外留神了。